这个是我以前想用它做个拉花锯，但是速度快了，抖动非常严重，解决不了了。当我看到这个博主可以用它改成一个婴儿的摇摇床，这个想法真的不错。如果这个拉花锯改装不好的话，也看看制作一个别的呢？你们说做个啥能更好一点呢？